长期任职金融系统成印清算员董事长崔玉卫查，在职硕士研究生，1986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，后任职深圳经济特区分行、深圳市中心支行。2018年12月成印清算服务有限责任公司在上海揭牌成立，近期已有多名金融系统厅局级干部被查。10月5日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中国证监会纪检监察组湖南省监委消息，官方履历显示，曾长红长期任职中国证监会，2019年8月卸任。